谢谢老板。稍等一下，我再送你的还真是好人多啊。下吧，就这么还去馒头。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把这馒头吃了，给一百个馒头。不要你一百个馒头给我吃。你臭要饭的，我装什么清高啊？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你知道这衣服多少钱吗？弄脏了谁的衣服啊？别说呀，不要太低调，还是低调点好。说什么？行了，李女士，人老人如铁要人，谁都有困难的时候。今天就没找到你。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。大家，你们这儿行吗？他们现在工作做得挺好的，感觉明天下午一见。好的，姐。我曾经拥有这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。还行吧，每天都比较忙。安娜，你是能喊老板吗？你是这样来我这儿了？公司倒闭了，回来看看。还行吧，不过也就是你碰到这样了吧。安娜，以前还能帮帮你，现在想帮你帮你。现在想帮你帮你。老二现在怎么变了？不是我变了，现在这社会就这样，没有钱，我还不二姐，你说什么呢？现在我们在一起，帮助我。